还有1分钟开奖哦，选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全军出击！这剑姬带个点烟呢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居然是点烟姬儿，我征服者触发了，你给我打什么？还 A 闪呢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我们啥也没教，他双招全没了。但是这个兵线没推进去，有点烦。谢谢你也太能吃了的飞机。谢谢你也太能吃了的飞机啊！谢谢梦在何处。感谢梦在何处的飞机。谁？恭喜梦在何处中奖了啊！再给大家来个小办卡抽奖吧。正好能过一下我们的那个福星挑战任务和超级粉丝团任务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先来个耀光。其实中单火蓝玩的人还挺多的。谢谢安城的宝贝南宁汉，谢谢帅到想哭。哎，绝头平 A。谢谢贤卷帅去。他现在没有技能，我们上去直接干他。谢谢 A 平 A 套点点 A A 啊，换成绝头。谢谢把你奶给揪掉，谢谢孤星狂魔，谢谢你的鼓掌，谢谢青石322。能不能来把质量局学学技术？什么叫质量局？谢谢风吹来的萌少女。你什么段位？谢谢白鬼。扣一下 ，A 一下，好，换成我走 E A。A 一下。谢谢重生之我是。闪现扣，耶！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，不过没关系。都是 W 走。这都很正常，有点兴师动众了啊。谢谢我才是南宁汉的亲爸爸。谢谢安纯的打包。一层塔皮回家了。此地物以久留。弹幕说这刀还能不能补了？不能别补。漏了，漏就漏呗，没关系。谢谢雨桥有点乖。谢谢苏破矫情，谢谢大司马的叉叉。谢谢谢小鱼真的叉。
些热心市民。马上我们省6啊！谢谢永不为炉的骚小风。这个扣他都能扣着，空不线吧？谢谢比卡丘雷丘。你瞅啥？斩老孙一棒！谢谢夏之一丁。哎呀，完了，进塔了，那算了吧。下波月塔把他杀了。谢谢南宁汉的叉叉叉叉叉，这个是真的不能躲。谢谢小阿莫。小莫阿。给我亮牌是不是小伙子，这个 KO 是不是给你自己亮的？谢谢南宁汉和真真九九。我这一看这 KO 你是给自己亮的呀。谢谢被蓝炼汉吃过的小孩啊！谢谢南宁汉的叉叉叉叉叉，就是这个 ID。好。来之则安。谢谢年少不知叉叉贵。还有3分钟啊！3分钟开奖了啊！我不吃小孩儿，我吃什么小孩儿？我吃了他，他还能发弹幕了吗？吃小孩儿，没错，我们家还有个养人场，里边专门就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孩儿，就送到我们厂里边。谢谢图明，谢谢大明，小时候缺钙，长大缺爱。我抽你一下，谢谢爱吃蛋白的叉叉叉。你干啥呢？这是有点忍不住了，看见没有？还多长时间啊？我看看，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谢谢这个叉6543。来波虾仁诛心吧，啊，来个虾仁诛心，兄弟们！谢谢 Osiris L， 谢谢木年嘘嘘嘘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杀疯了吗？这波心有瑕疵，没太玩好。谢谢你加图。这闪现不应该消的。谢谢你给看到了。而且我的走位呀、啊、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走位刚才我是一直想躲他 W 来着吧，但到最后我还是没忍住 A 了他一下。谢谢长得不如一只猴。当然问问土地老二。有瑕疵啊，瑕疵很大，回家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感谢蓝莲汉亲爸爸啊！哎呦，我在这儿，你打假的吧你？你要给我打不死啊！我跟你说，兄弟，就不要回来见我。谢谢为爱五，谢谢我才是蓝莲汉亲爸爸。不能管你了啊，我回家了。谢谢为爱五的20张办卡。谢谢毕业女者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谢谢2021越来越好。谢谢男人汉的叉叉叉叉。谢谢卓拉。Shut down。那我调一下子。俺的取经之路刚刚开始。我听听这声啊，应该还行。只不过我这说话没使劲儿，下把给你来个别的英雄。你到底补不补刀？行，打吧就没了。下波杀了，点燃 QE， 呀，这死哥，等我 W 放了，死哥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别急啊，这俩暗影岛的，看能不能杀。差不多，啊，来吧，死哥，哪来个小炮？那算了，把小炮也杀了吧。啊哈，人有点多呀。我先来个收集者，这把我决定来个不一样的猴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来一个不一样的猴。来一个夺翠之镰，来个暴击猴，然后我把这三项给卖了。神话被动，咒印，咒印，我把这三项卖了，我换一个德克萨斯木印。Destroyed a turret.
来一把那剑圣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在这里插眼儿啊？我估计这火蓝怎么的不得走到下面来呀、啊？区区真低呀、啊！打个零二八的一个一 Q 打三分之一，这猴别人一出点护甲就不行了，这区区就有点低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玩剑圣呢？因为剑圣被办了呀。也罢，我们来一波母杀，可以上了。先把这塞纳怎么死的？波比，等我一会儿，波比。来，这家伙哪来的波比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没办法了，干吧，点燃我。完了，给我点严死了，可恶啊！荡妇二连，好像我们只能出西兰刀，来个西兰刀吧。我这针眼立功了，你训印没有咒印的效果呀，出训印也行哈，那训印吧，这样三项不换了。不过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木印，为什么呢？这么粗它比较的脆，木印可以给我们隐身。你俩是不是以为这是你们家的塔，我就不敢杀你？先把死哥杀了，来小炮。哎呀，虚虚有点高，来个训印，再出把无尽，最后我们配个蓝切就可以了。三项的伤害比西兰刀高，三项是100%基础攻击力加40%额外物理伤害，回复相当于40%的伤害法力值，100%加40%，三项是多少啊？三项是224，没写多少，200%基础物理伤害啊，这是200%啊，多了60%，还行。哎，你凭啥要蓝啊？你凭什么？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这边有没有眼？这边没有眼，塞纳马上过来查眼。呀，没来，不敢单呢。这位置肯定得有人过来插眼吧？有点烦呐，这火蓝收集者。
再烫一下，我估计受击者就触发了，差了一点点。太脆了呀，那肯定脆呀，那你想秒人你还特别的肉，那肯定是不行。小龙可以要，来吧，可以打。谁给的加血呀？这是漂亮兄弟，完了给我蹲下他！赛大点也挺疼啊。漂亮，我还需要一把无尽。站不住啊，下一把我决定玩一个别的猴。我不出穿甲的了，我就出这暴击的试一试。希望他们能喊那咋不暴击呢？那55暴击不暴击，我靠，这还血有点少啊。一换一不行啊，升了，升级了。饮血剑呢？哎，饮血剑也行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为什么不早说？这来个饮血剑多好啊！出了破训印，这训印有个屁用？训印。现在没有回复呢，没有吸血，所以就会比较的脆。下件装备吧，出饮血剑。你老要什么蓝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我为什么老要给你蓝？你凭什么老要那蓝 buff？ 你跟我说一下凭什么？中单都没说要，中单吸血鬼。没有吸血，这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为什么到不了100%暴击呀？哎，又剩那么点血了。
你说我去不去的中呢？没视野这地方啊。1920，差点全。OK， 正好我们无尽了。小龙可以要啊，我必须得要点回复了，要不然这死哥炸我一下，我就三分之一，人家稍微 A 我两下，我就没血了，没有回复，我们需要点回复能力。唱啥呢？哎呦我操，这一个抠，哎呦我天，这一个抠没把我给抠死，我必须得来个吸血鬼权杖了，这太疼了。加点吸血吧，加点吸血，我不要神话了行不行，我想把这三项卖了，我来个饮血剑，我看行，完事我们来狂风之力，或者是海妖狂风盾弓，盾弓啊，我来个盾弓也行，那我先出盾弓吧，不就行了吗？我先来个盾弓，我试试这猴行不行？我这没试过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攻速可挺慢的，700多一下，伤害有点低呀。盾弓就不用饮血剑了，盾弓咱来个西兰刀不就完了吗？不应该出来，其实出来干啥来呀？漂亮，兄弟们！西兰刀，训印没用，训印怎么没用呢？训印加点减息地，训印窝里训印，剩了一个蓝枪吃鸡儿了。
说我一波团放不出来第二套技能，放屁！我今天就给你放个另外一套，干哈呢？你们到底要干哈呢？回回一整四五个人，我是不是好欺负啊？为什么换点装备就能给我就欺负成这个样子？就现在就欺负人是吧？打大龙还是打小龙？那小炮回回往我脸上跳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我确实是有点受不了了。确实是有点受不了了。死没死？没死。喜欢你呀、啊、我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，那炸一下走吧，要不你走不了了，快撤兄弟。我已经100%暴击了，训印给换了吧，训印给他换成蓝漆。哎，这不虚区又高出来一波吗？从现在开始他们看不见我，我将会杀人于无形。从现在开始他们将看不见我，我将会杀人于无形。这也没不行啊，虚区有点低呀、啊。哎呦，好痛啊！这死哥打人，小炮干啥呢？我好像没有办法帮你杀掉这个死哥呀。啊，还行，我给他杀了，可以接受。嗯，我500点攻击力，我把这皮鞋换了，我不要这皮鞋了。不行啊，没有皮鞋更让人风筝了，那死哥风筝我我跑得慢。别踩了，
has been slain.清灵之靴应该是没啥换的了，换不了了，要么就这样换。嗯，要么就这个样子，我再换一套试试吧。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，打个红去，伤害其实差不多，没差太多。来条小龙，我们龙魂了。这老火蓝，我是给你点面子了，老火蓝，是不是给面子了啊？吸血吸血，这死哥打我怎么办？我赶紧去吸血，别杀死哥，谁别杀死哥！哎呀，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选择了放一波大。玩来玩去啊，这猴的区区还是不太行。